娘，就是栾胜哥了吗？都是娘的疏忽，没想到迟家有部队。那叶叔叔他们呢？他们都已经撤了。那咋办啊？他们暂时不会对海城下手，娘再想想办法。小副官，你可都看见了，眼下我手里头就剩下这么几十号饭桶啊！要是他们再杀回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看。 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个连？啊！哎，池局长，这可是党国的部队，我只有临时指挥权呢。那，就给我堂弟发个报，就说我求他，行不行？这发报机在龙王镇呢，那就麻烦你现在就去发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请示一下，啊，告辞。好，不送。 大哥，这全村的犄角旮旯都找遍了，这共党啊跑的实在是太快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严加防范，绝对不能再出这种事情。可是，咱人手太少啊，那实在不行的话，就把王瘸子调过来。咱们刚刚商讨，立足未稳，还是暂时别动他们。不是，可是我刚才。 让萧副官去求我堂弟了，让他再给咱们留下一个连，帮助咱们维持岛上的秩序。啊！你让留下一个连呢？不是大哥，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妥吧？哎呀，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么不妥的呀？哎呀，大哥，你看，这池团座。 明明知道你跟刘志山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，他还让你跟他合作，这里边肯定有文章。还有那个萧副官，那整天牛哄哄的，他啥时候听过你指挥？你呢？真要是留下一个连，咱能调动得了吗？大哥，这话要说回来了，你看，哎呀，接着说。虽然弟兄们。 就算是酒囊饭袋吧，但是你让打洞，俺们从来没打过西呀，是吧？真要是留下部队，他得派个指挥官吧？那这个权力那就得分散了啊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一山不能容二虎啊，大哥。这事儿，你还真得琢磨琢磨。言之有理。 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就招兵买马。哎呀，大哥，这就是俺的意思。哎，咋了？哎呀，要不然给你揉揉？不要。你呀，就是不听俺的话。 当初俺不让你当这个破村长，哎，你替王四江惯了二两马尿，就不知道自己姓啥名啥，几斤几两啊你？怂样！二大娘，你能不能别再凶俺了啊？李祖宗跟多尔多来咱家的时候，你那股泼劲哪去了啊？你就知道凶俺，你姓李的，你张开你那个臭嘴就胡咧咧啊！你说俺为了谁？俺不就为了保住你们李家的根吗？啊！你他娘的你！二大娘。 你就少说两句吧。这次咱们虽然没有救出海生，但对群众来说还是起到了鼓舞的作用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仍在跟池鸿章做斗争。
处长，刘三嫂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老太太，三妹儿来啦，快一块儿吃吧。不来了，我吃过了。坐坐。三妹儿，想好了吗？是还余杭啊，还是在我这儿做伙计啊？ 老太太，我记得我上龙王岛做生意，第一个来拜访的就是您了。是呀，那会儿我们家呀，除了民兵，也就是你肯登这个门啊。我记得，您跟老太爷被囚禁的时候，也是我去说的情。可现在，怎么不给我留一丝情面呢？我昨天去找你就是为这事儿，你呀就听龙章的吧，啊？我要是不留情面。 回来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把余杭收了。三妹儿啊，龙章啊也是为你好。你跟了龙章，你就有了靠山了。你说你一个女人家，你自己怎么能做生意呀？你有了靠山，你就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呀。要是再嫁给我，那你就是迟家的大奶奶了。那余杭不照样还是你的啊？你看你看这。 一举多得，你何乐而不为啊？啊！你没发现，最近二虎进步很大了。还好，池龙章没有防范，要不然咱们可就麻烦了。虽然说这次的行动没有成功，但是警告了池龙章，俺看也挺好的。嗯，挺好。池局长。 我已经想出第三条路了。你瞎琢磨什么呢？哪儿来的第三条路啊？你收走余杭行啊，我在你对面再开一家。你是要诚心跟我作对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三妹儿啊，你这闹的是哪一出啊？老太太，是他呀，诚心不让我这个买卖人活。三妹儿，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是区长。 到时候，我不批给你弟，你信不信？你的意思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我赶走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赶你走啊？啊，我给了你两条路，你不走吗？第一，嫁给你，我还没想；第二，跟我合伙，我已经有合伙人了。难不成是共产党？老太太，瞧您说的。 如果他是共产党，我哪敢坐在这儿啊？你说说我听听，合伙人是谁呀？难道比我池龙章还强？我说了，你可别后悔。哎呦，我后悔？别说在龙王岛了，就是全鲁南，让我池龙章后悔的人，还没生出来呢。行，那你就租给我一条船。 好，白子儿，知道了。弄条船，陪刘掌柜的跑一趟。去哪儿？你管他去哪儿呢？刘掌柜去哪儿，你去哪儿啊？嘿嘿，我倒要看看，这个合伙人是何方神圣。老太太，我先走了。 三妹儿啊，这就走啊？抽空来啊！好，改天我来看你。哎，小儿啊，你说他这合伙人到底是谁呢？娘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三妹儿跟叶红山、王四江他们走得近不近？咋不近呢？ 我暗中观察了好久呢。您看出什么了没有？你说啊，他会不会是共产党派来的呀？哼，先甭管他是谁派来的，我倒先要看看那个合伙人是谁。 走你！走走走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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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我告诉你，叶鸿燊都跑了，你就不要抱什么幻想了。你还是乖乖的说出海葵是谁，这样对你还有你爹都有好处。哼，这样，你他娘的别心里没数。告诉你，老子不杀你，那是为你好。我把你带到了石龙章那里。 你就生不如死，你就等着后悔吧！你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哎，去。 去哪儿啊？去县城啊！哎，大哥，叫啥名儿啊？俺姓李，叫李小五。 江湖兄弟都叫俺乖嘴哥，<笑>还挺贴切的。你别看俺嘴歪，俺本事那可不小。那你说给我听听，我给你传传名，扬扬威。俺眼神儿好使，日观1100800，俺在海里还能憋气。要是给俺凿子和锤子。 在海里，俺就能回条船。你就吹吧你！你还不信？石大哥请俺多少次了？15年前，在那么大的风浪天，俺还凿过船。15年前？对，那船上有一个叫什么宝庆的。 仇人就在眼前，这真的冻得俺呐，那嘴歪眼睛，浑身发得慌。不信，我要是杀了龙王岛，我就再也回不去了。 凿过很多船底，哎，要不是俺落难，可不受这窝囊气。你跟着池区长，应该享福了。怎么会受窝囊气？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啊。你说来我听听。想当年，嘴哥在江湖上。 到处都有我们党兵，看来以后咱们再去卖鱼和粮食的时候，一定要多找几个心眼。你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。是啊，鬼子大嫂到那年，我们去镇上卖粮食，差点被盯上了。咦，老许叔，你看，哎，老许叔，你这是咋了？ 这是俺闺女党员证，俺见过，英子，英子，英子，叔，英子，三哥有雷，刘世珍，抓住他！ 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快去禀告石局长，就说他的仇人刘志山来了。是。三弟啊，兄弟，咱们是自己人，不信你去问问李祖宗。放你的狗屁！
老子好几个兄弟死在你的手里，你还打我老子一枪。三点眼，你忘了你和李祖宗在村里执行暗杀任务的时候有神秘人救过你？那人是你？当然是我了，不是我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小娘们是谁？哦，共产党员池海英，是他池龙章要的人，我是给池龙章送礼来了。送礼？俺看你是去送死。三吊眼兄弟，咱们真是自己人，是送礼还是送死，你带我去见池龙章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就信你一次，你要敢骗我，你会死得很惨。二姑娘还活着，这是在哪发现的？就在甘女山的山路上。哦，肯定是那个刘志山把他带到村里面来了。大凯，你马上想办法进村里，侦查一下海英和刘志山的下落。是，局长，俺去。你哪儿都不许去。叶局长，俺这是命令。如果你还想让海英活着的话，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别愣着，快去快回。是。知道你是鲨鱼，可今天你落在老子手里了，你就是天王老子，我也得绑了你。不是，我抓住了共产党员池海英。你因为你抓住了池海英，咱们两家的血海深仇就一笔勾销了？啊！刘仁安，兄弟杀俺娘，爹，甭跟他废话，再让他给俺娘报仇。大哥，二帅说的对，拉出去管了。管你还有脸笑你啊！石龙章，我以前以为你有勇有谋，目光远大，今天看来也不过如此吧。你以为凭你这几句屁话，我就能饶你不死？做大事要有长远的目的。没错，你老婆是我杀的，可是我的老婆不也死在你们这些人的手里吗？龙章，现在应该是我们精诚合作的时候，你应该不计前嫌，放下仇恨。精诚合作，跟你我合个屁作。你虽然打回来了，被共产党折腾得不轻吧？我再告诉你，我知道叶红山藏在哪里？说吧，说了我饶你条狗命。我要是说了，你还不得马上弄死我呀？如果你能够不计前嫌与我精诚合作，我再说也不迟呀！啊？进屋。好。爹，跟他闹个屁呀！俺娘报仇要紧。阿帅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别着急，把他给我看好了，别让他跑了。嗯。海英妹子，一年多没见，漂亮了啊！呸！谁是你妹子？把他关起来。是，哎，你下去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还他娘党国高级间谍呢，一点礼数都不懂，知不知道？主人不语，客人不坐，这是规矩。我自认为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不过我却认为比你这个饱学之士要目光远大。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招， 小心老子把你大卸八块！我在岛上执行重要任务，如果你杀了我，你怎么向池团座交代啊？我们是一家人，谈不上什么交代不交代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池团座在决定用我的时候就知道你我之间的仇恨。 那他为什么依然用我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他是为了党国的大业。你杀了我老婆，这是私仇，跟他娘党国大业有个屁关系？那你不能不管龙王岛的家业吧？那跟你又有什么屁关系？国军很快就要撤走，到时候如果叶红山他们杀回来，就凭你手底下这几块料，你怎么办？ 用不着你操心，他妈的！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在龙王岛上当了一年多的联防团团长，在众人之中颇有威信。有些事情我出面，比你手底下这些人要强多了。再说了，如果我顺利的完成了任务， 池团座肯定会在这里给我安插一个位置，说不定还会给我一只人马。到时候这龙王岛还不是咱？这龙王岛还不是你池龙章的天下啊？共产党转移了，海葵也得跟着跑吧？那个时候，你完成个茄子任务。那刘三嫂转移了吗？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就是海葵，只要把他给抓起来，严加拷问，就一定能够审出来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就不可能？我告诉你，我接到任务之后，密切的关注了岛上的一切，只有他最可疑。要不你现在把他给抓来，我就一定给你一个结果。三嫂现在已经不在岛上了。 去哪儿了？去找他生意上的合伙人了。妈的，肯定是跑了。这不会这样，铁蛋还在村里呢。是啊，那你把铁蛋抓来，我就不相信抓了铁蛋，他刘三嫂他不出现。你能肯定刘三嫂就是海葵？八九不离十。 娘，阿爸，爹，让你去，那早就想不到铁蛋的狗日子了。你是跟我走呢，还是在这等着？哎，要跟着你，快点！王三。 铁蛋，老老实实跟老子走一趟吧。二刘蛋，凭啥让他跟你走一趟？凭啥？你以前做了老子掌柜，今天还要揍回来？有本事就来吧！你们愣着干啥？快抓住他！别跑！放开我！ 带走，走，把他们几个给带走。走，走，快，快，快，走，快！哟，刘掌柜的，好久不见。还是兄弟，辛苦了。哎，请。谢谢。 站住！干什么呢？
这俺跟他甭废话，通行证。是啥呀？通行证，知道吧？到这儿来都得有。那他有吗？你跟他比，你知道他干什么的吗？你知道俺认识是谁吗？你谁呀？你一个俺的听好，江湖人称俺浪，俺的浪，话都说不利索，还到这地方来。浪里黑条，水上戴宗，歪嘴哥是也。哎呦，名还不短，告诉你，到这儿来，管你浪里面条，水里饺子，没证也白搭。滚！你告诉你啊，哥说话费劲，揍人可不费劲，不让你是这不是？再敢动一步，我毙了你！不让进，那就不进呗，不进了。走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走！妈的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妈的！刘团长，你怎么在这？哎，他已经投靠俺爹了，你也投靠俺，怎么样？呸！叛徒！二子，我让你去抓铁蛋儿，你带一群孩子来干什么呀？啊，爹，敢让他们，给咱家打扫茅房。打扫茅房？想得周到。一会儿跟他们一块儿干。啊，爹，俺要打扫茅房啊？忘了，今天早上爹教你什么了？孔子怎么说的？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”不错，看见没有？我儿子都懂得礼数，你再瞧瞧你。啊，你还认识我不？认识，你不就是天天骂池龙章是王八蛋的那个人吗？嘿，还真有人天天惦记着老子啊！哎呀，池局长，这小孩子的话怎么能当真呢？啊！不许胡说！铁蛋儿，我问你，你娘去哪儿了？你去问她呗。那你知道你娘的身份吗？俺娘就是俺娘。我说的是身份。身份就是俺娘。个小兔子！等等。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，我可不想得罪三妹儿啊！哦，铁蛋儿，我问你的话，你必须要实话实说。如果你不实话实说，今天谁也保不了你。俺实话实说了，你能放了海神哥吗？只要你实话实说了，我立马放了海州。谁？嗨，池局长，查海葵可比一个海生要值钱多了啊！哦，换吧。我问你。你知道海葵吗？知道啊。大哥，回来了。三妹呢？在这儿呢。后面。哟，这不是刘团长吗？怎么着，没跟着共产党跑了？现在要跑的恐怕是你了吧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是。什么意思？刘志山怀疑你是共匪，让你配合调查。三妹啊，先委屈你一会儿啊。证据呢？李大，你刚才说你知道谁是海葵是不是？俺知道。好，那我问你，谁是海葵？是不是你娘啊？咋能是俺娘？是李祖忠。你听谁说海葵是李祖忠啊？村里人都这么说。都这么说？不可能。对呀。他们说小白杰在家耍流氓，李祖忠成了活王八，这王八不就是海龟吗？你个小王八蛋，我打死你！敢动我儿子一下试试？掌柜，这是咋回事？你问他们吧。怎么回事？请问您是海曲县警察局的？他是俺们警察局张副局长。哦，张副局长，失敬，失敬。谁是池龙章啊？我就是池龙章。嗯，就找你。哦，张局长找我有何贵干呢？
快把刘掌柜放了！你们认识？废话，我们就是为刘掌柜事儿来的。铁蛋儿，过来，不怕，一会儿我让他给你道歉。走。池龙章。 是不是觉着这里说话不方便，咱们去一趟协商府？怎么回事？哎，哎，哎，看着，梁子跑了。是。张副局长，请坐。 三毛，你也坐呀。不知张副局长光临寒舍，有何贵干呢？这，咋了，我的？你俩给我闪开，我要进去。你说进就进啊？不行，石大哥说了，让俺们看着你。小子，耽误了石团做的大事儿，你他娘的能负责吗？ 池局长，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这事事关重大，我必须要在这盯着。池局长，既然别人已经闯进来了，想必有重任在身，让他听着吧。那就在边上站着，不许摇点瞎杂毛。嗯，您接着说，池局长。 我们是奉海区县吕县长之命，特来向你传达几句话。呵呵，张副局长，刚才您说是为刘掌柜的事儿而来，可现在您又说是给县长带几句话，您这是？县长带的话自然和刘掌柜有关，啊，刘掌柜是吕县长的特许商户。哦。 这刘掌柜跟吕县长，不该问的别问。池局长，吕县长听说你要收回刘掌柜的供销社，特意派我们下来了解一下情况。误会，全都是误会。这吕县长和池团座也是至交，算起来大家也是一家人嘛。当然，当然，不是一家人，他怎么能进一家门呢？ 这龙王岛的生意啊，你想入股也可以，但是一定要给刘掌柜提供便利。这刘掌柜和吕县长，那可是多年的交情了，这点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？明白，我怎么会不明白呢？别的不说，我跟三妹儿少说也得有20几年的交情了吧？ 哎呀，三妹儿，这事儿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池局长，我不用把房腾出来了吧？嗯，租金全免。那我也不用去你家给你打长工了吧？这个，什么长工啊？大家合伙，一块发财嘛！啊，张副局长，还没吃饭呢吧？我这就吩咐下人安排晚宴。 不必客气，我们还得赶紧回去向吕县长复命呢。哦，哎，对，吕县长还说，你这龙王区区长的批文很快就下来了。哦，太好了！本来啊，县长说要多考虑几天，多亏刘掌柜向县长勉，说你回来之后治理有方，县长这才决定。 提前审批的嘛，哦，这么说来，我还得感谢三妹儿才是啊。谢就算了，以后别为难于我，我就知足了。<笑>好，既然大家把话说开了，这事儿也好办了。嗯，<笑>局长辛苦，麻烦给张副局长拿点盘缠。 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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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局长，请。慢走啊。
既然话都说开了，我也告辞了。我明天能正式营业了吧？当然了。还有，我不在家，抓我儿子算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得问他，是他告诉我，你跟那个什么海葵有关系。池区长，你别忘了，这个区长是你，而不是别人。走。三妹慢走，改天我去登门拜访啊。海英姐被刘志山这叛徒抓到了芝加大院，去找叶叔叔救人啊。回家再说。走，娘，二少爷，娘，二少爷，二少爷，求求你了，看在大贵他爹给芝加做账房先生的面子上，你别折腾大贵了，行吗？他是阿东团的，咱不整他，还整谁呀？二少爷，俺给你跪下，行吗？啊？哎，大皮，大皮，你好，哎。哎，在二少爷，大皮靴，你咋不求情呢？你这哭丧脸给谁瞧呢？啊，这二少爷站在咱们家大柜玩玩，那是瞧得起咱，给咱脸。二少爷，您今天只要高兴，想咋玩咋玩啊！你大皮靴，你儿子挂狗病被狗送葬，你还说玩玩？容易当当爹的吗你啊？婶子，这你要怪就怪海生啊。是他把人家财旺弄死的，他这个儿童团团长都出不来，当然得有大贵顶上了，是不是啊？二少爷，俺早就不让大贵跟海生瞎混了，二少爷。好男不跟娘们斗，俺甭一不啰嗦。哎，大皮靴，把你的鞋扒下来。二少爷，您这是？快扒呀！哎，腰带。好嘞。压一个，哎，这婶子，你老是说人家小白鞋是破鞋，这双鞋不破吧？来，俺给你抱脖子，咱一起玩。二少爷，不过，哎，要不然让他俩给你抱。二少爷，俺挂可以。先把大龟放了不？你先挂上，让俺看看好不好看嘛。你屁股啊！干什么呢，二老爷？二子，欺负人吗？你不是？哎，你们！二刘蛋，别以为你手里有枪就作威作福，俺才不怕你呢！好啊，你等着，走。三妹，哎，谢谢你。二刘蛋就是仗势欺人。你越软，他就越硬，以后别怕他，带着孩子进去吧。你看到我屁股，你啊，啥话也不说。嗯，都听见什么了？这回心里踏实了吧？我还是觉得这刘三嫂可疑。你就是诚心跟老子过不去。你真的以为刘三嫂带来的警察是县长派来的？这难道就不会是共军装扮的？你说。